大家好，我是廖美思。由今晚开始，我会在剧集《爱上女主播》播出之前，同大家分享一下多年嚟在现实新闻工作入面的所见所闻。新闻采访最首要的就是求真求快，为了第一时间跑到最前线报道真相，记者一般都非常激动的，惯了东奔西跑，自己的私事往往都要放在一边的了。在2004年，当时我负责主持雅典奥运，日间要做赛事精华报道，夜晚就到11点才开始直播，一路到第二朝的7点钟，时间非常之长，要做的资料搜集都很多。就在那2个星期之内，我外公的健康突然之间转差，在罗雪娟拿到奥运金牌的那个晚上，我外公就离开了。但我要到第二朝离开直播室，看到自己的手提电话家人传来的短信，我才知道这个消息。就算当年的奥运报道得到多少人的认同，都永远弥补不到我这个最大的遗憾。